你们猜猜这个袋子里边是啥？羊。啊。好便宜。这是一头羊吗？一头。一只。一只还一头？一只。一只羊啊。什么都行。一匹羊。我们现在要卸羊。人家这么没有口的呀，我记得拿了一打口的呗。顶这么多油。我记得拿了口的呗。没找到。这肚子里边都掏干净了。啊，都给整干净。收拾完的了。我可愿意看这样的，比如说杀鸡。然后掏鸡肚子呀，哎呀，收拾鸡剁鸡呀。我感觉下面一说这断开了，这两个腿留着，嗯，是吧呢？完口完腿又能烤羊腿，这咋卸呀？怎么卸？用刀，卸哪个位置呀？咱百度一下，百度一下。那有啥百度？这刀切就完事儿了。这儿，这样，这样人，这不这儿吗？这胯骨这儿吗？对，就从这儿，对，就应该从这儿卸。我整了是吧？嗯。你戴手套，我给手套给你。嗯。那不胯就完就来呗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你干的没毛病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不就下了一个腿吗？是不是？两腿。我怎么感觉我这腿切的不太对劲呢？切小了。嗯呐。是啊。切瞎巴了。嗯呐，这个大的切了，这个整个就这么切。这个这屁股先削去吧，这这样干的完了呗哈。啊，全都是油哈。对，把油切就行了那个。嗯。羊汤喝油才好，才香啊。那一会儿你喝油。行。刀还行，挺快的。这个是不能要了。油羊油羊油干不要啊？咱们这个水平哈，这就没水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是小了哈，少了一半，少了一大半啊。好残忍，好好一斤羊也白无子了。哎呀，吃的时候比赛那个。我信这句话啊！你看这个才是个大腿。哎，这个哈。那你看我这个卸的哈就。不好理了，这小的咱家要，把这大的给你们家。行，啊，俺们不要。啊，行，俺们上你家吃去。哎，那拉倒吧。再来吧，接着往下整吧。我们卸羊的工具不太好，没有斧子，没有尖刀，只有菜刀。嗯，这人也不专业呀，新手。就吃咱们在这，咱们在这新手打野呢。卡，完了，没切好。嗯，行啊。嗯，腿一块捞我得了，这个不干不干。多少杆吧，就在这大面收拾完拉倒。这个羊排，嗷就下来了，我低了。我妈最闻不了的就是羊，好难。咱妈也不吃。嗯。羊串子都不咋吃。这个现在没有打，我都羊蝎子我基本上我都搞了，羊蝎子，这就是羊蝎子。火锅嘛，嗯。啊，这样以后都整呗，然后就可以做那啥了吗？胡汤了吗？嗯。是不是啊？这不都可以胡汤了？对，那这个做了。啊，咱们就胡汤行了呗啊！这两个也冻上了。冻上了。啊，一分分了，别动。不是，先搁冰箱里给他们分。啊，吃出来俺们不要，俺们来吃就行呗。你不拉倒吧，老上俺家费气儿。由于我们工具不全，所以这只羊让我们剃得稀巴烂，但关键能吃就行，不影响吃。这个肉一会儿整下来，这上是肚皮上能做汤，一会儿咱们直接糊汤了。剃过。一整只羊拆卸完毕，在线求助一下。这么大块油，俺们要咋吃？是吃还是不吃？评论区留言告诉俺们，在线等，挺急的啊。